你们不许动，把手举起来。在给什么人发报？说什么人？船长让我发的。什么内容？马上就要进入风暴区了，报告我们的位置，以防万一。 罗先生，我们就想请你画个云记号的设计图，对不起，你做到我枕头了。哎，行吗？哎，我不会给你们画的，我说过了，不可能。哎，罗先生，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生气。 但是，也请你想想我。我想什么？我想我怎么会成这样？啊，还是应该想我好好一个活人差点就死了。我求你们了，你们不要这么折磨我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把我杀了得了。哎，罗先生，好吗？请你冷静一下。你得想想我们。我现在不想说话，我是个病人，我需要休息。求你了，我需要休息。没关系，你发，你上去发，使劲摁，摁到震天响都没关系。 我来克服，罗振祥，送你四个字儿：油盐不进。 请你记住，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。还什么知识分子？哎，油盐不进。 来，鸡汤来了！哎，冯师傅，让我来。哎呀，我来，看我的！感觉怎么样啊？来，喝点鸡汤。来，我现在不能喝鸡汤，发。哟，到点了，该吃药了。
我刚才已经吃过了。吃过了，那你就多喝点水，要不要我出去给你倒点热的？啊？你现在是病人，你这别着了凉啊！盖上，盖上啊！我现在很热。哎呀，哼！我说，罗振祥，你先把眼睛睁开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哎呀，你先睁开眼睛，说点正事儿。你看啊，我们呢救了你的命，不就是为了……哎，我说，哎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不喝鸡汤我喝。就这家伙，生冷不见。看见没？这可是他不喝的，我喝。哎呀，哎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你的在锅里呢。他们搅和到一块儿，这个我还真说不清楚。咱俩不也搅和一块儿了吗？是吧？缘分，这种缘分还是少一点好。像你这把年纪的人，这种事儿尽量少掺和，自己多保重。有时候啊，你还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一点好。什么东西少一点好？喝吧，我想休息一会儿，谢谢。想喝你就跟我说，热热我再给你端回来啊。
不过，我现在必须发预警电报。为什么？根据惯例，传单遇到风暴的时候，必须发出坐标，以防万一。站住！ 下午去了电报局，你发给云记号的电报没有回复。这些都是你查出来的？是的。浴火计划，我们相信云记号会把船上的东西运到长沙。那里现在是整场战争的命脉，云记号一旦到达长沙，不仅会杀光全城的军民。 日军就能一路打到大西南，就能和缅甸、菲律宾的日军会合。我无法给你证据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收到云记号上内线的情报了。云记号上的内线，我一定认识，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怎么？很不可理解是吗？战争中。 有无数的人就这么死了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。可他们所做的事情，是不应该被遗忘的。他用声音传出最后一份情报，这份情报现在交到了我们手里。如果我有别的办法，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，你和他的生活。 孟美如家楼下没有任何异常。
干什么？找死啊！滚！赶紧滚！滚！不去了。清单上的东西搞得到吗？你别跟我说你是用来炸鱼的。你猜对了。上次你买那个手雷用的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便宜日本人了。原来是对付日本人，怪不得你们要把我保出来呢。直说吧，搞不搞得到？别以为我在巡捕房，我什么事儿都不知道。有人出大价钱找你们。你是说梅机关吗？我就知道你们不是什么善茬。九官，我也知道你是个取财有道的人。我这条道可是贵的。开个价。黑市价很公平，再翻一个倍。哎，这就不合规矩了吧？那除了我，谁敢和你们交易啊？哼！什么时候交货？什么时候付定金？哼！别耍花招，我找得到你。哎，你那块表不错哎，你看，嘿嘿，来来，我这个人啊，一喝就醉。一醉呢，就忘了时间。明天上午十点，酒精仓库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来，干一杯。唉。
你又要干什么呀？水。哼，渴了，我给你倒啊。哎呀，真是，哎，哼，哎呀，我发现你是有力气打水，没力气画设计图是吧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做笔交易。你画一笔画，我给你一口水，怎么样？你还真有骨气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罗振祥，我遇见你这样子多了，别给我来这套，拿你有的是办法。是。哎呀，喝点水好啊。无赖，这就无赖？你还没见过真无赖呢。我对你够客气的了。见着你就够了。嗯，也就是林建松压着，不压着我早收拾你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舒服啊。吃饭啊啊！喝点粥吧。谢谢，不喝了，没胃口。不吃饭可不行啊，不吃东西，身体能恢复吗？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，无非就是想让我恢复好身体以后给你们画图纸吧。你也不想想，人家要你的图纸为的是啥呀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怎么，我说这话很可笑吗？不是，我是笑我自己呢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觉得咱爷俩挺像的。咱爷俩，你可真会套近乎。我说的是心里话。你看啊，你呢是坐船的，我是做衣服的。你辛辛苦苦坐的船要是被人毁了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我要是做出一件得意的衣服来，顾客一旦穿走了，我心里啊也不好受。我总担心他们把那衣服穿坏了。你太有意思，这做衣服怎么能跟坐船比？是啊，衣服怎么能跟船比呢？坐船是大事儿，我做衣服是小事儿。可是我觉得小事上花的心血，
不一定比大事上少。要是看得不顺眼的人呢，他给多少钱我都不愿给他做衣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总觉得我做的衣服要是穿在坏人身上，那好像我也是个坏人。我知道这衣服啊分不出什么善恶，可是你想想，再好的衣服要是穿在日本人身上，那不就是一张狼皮吗？穿也一样。你呀，跟林建松要证据，可是这件事儿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我看得很清楚，你知道吗？有好几次这建松差点没把命搭上，他是在刀尖上过日子。我相信他的直觉，孟小姐啊也相信他的直觉。你认识美如？啊，他的旗袍都是在我这儿做的。孟小姐是个好姑娘啊，她一直想帮建松，可建松呢不想让她掺和进来，她是怕孟小姐啊，她说呀孟小姐应该过更好的日子。哎呀，我说冯师傅，你跟他扯那些没有用的干什么？你问他听得懂吗？你闭嘴，个傻小子。别忘了，再过半个小时吃药。谢谢。冯师傅，他还不愿意跟我们画。哎呀，别着急，慢慢来啊。当我想起亲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来这儿。他向所有善良的人敞开大门。有什么事想对神说吗？
罗先生因为我而死了。什么？罗兄弟他？我会为他祈祷的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我担心的人都危在旦夕，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他们。看得出来你很迷茫，找不到答案，也看不到希望。是啊，这个世界被战争笼罩，已经和地狱没什么区别了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只能以慈悲与善意祝福那些身陷危险的人们脱离险境。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，他们会受到天谴。什么时候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会吗？一定会的，只要你心存希望。希望？信仰就像夜空飞行的鸟儿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它依然能向着曙光飞行。报告。进来。黑田那边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孟美如今天一直都没有出去，也没有什么人来找过她。有两个电话，一个找她打麻将，一个找她谈生意，她都给回绝了。罗真祥的事她又没有说？没有。另外今天有个军火贩子被放出来了，外号叫九官。找人去探探他的底。嗨。还有董野龙有没有发回电报？他说他已经进入风暴区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嗨。把电话拿给我。喂，二虎，是我。虎哥。啊 ，AB 货还在不在？在。虎哥，怎么了？那批货还剩最后一箱。那明天上午，我带买家过来交易啊！哎，记住啊，帮我把家伙准备好。好嘞。九官，出来也不通知我一声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大家，出去！哎呀，你们都是大忙人，我这么一点破事，我不好意思麻烦你。这个人见过吗？没有。确定没有？我确定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别跟我装糊涂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可清楚得很。我刚从巡捕房出来，我生意都没开张呢。这个人准备买炸药，你要是见到他，立刻通知我们。
那就得看你们出得起出不起价钱了。只要跟我们合作，我们不会亏待你。好的，有消息我一定通知你。啊，来，喝一杯。喝一杯。你给我记清楚，一有他的消息，立刻通知我。是。看错吗？没有，我还去巡捕房查过，是乔少山保出了酒官，我们的人现在盯着酒官呢。你出去，都出去，快点，出去！电报，上面为什么都是乱的？长官，这以前也遇到过，可能是发错了。从昨晚到今天，海上起了一场风暴，这封电报可能是被电磁波给干扰了，电码都乱套了。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。长官，可能就是以前就……哎，长官，走，走。总经理，请喝茶。啊，云锦浩发了一封密电，说什么？用的是罗工程师交给我的那个密码。云锦浩29日会停靠在鱼死港，让我们想办法营救。Thank you.